今天吃大鸡头啦，看这是公鸡头，自己做的。盐焗鸡做的。真好吃，有没有谁跟我一样爱吃鸡头的？你们老干净了，看。这个，哎呦，老大了！开心开心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你们猜猜鸡头是猪身上的哪个部位呀？今天吃爆辣甘肃麻辣烫，这是土豆粉。特别的筋道。嗯，好香。
油条。猜猜这个是什么？真香，虽然辣。墨鱼丸。这是我自己弄的荷包蛋，这土豆细粉，一口气全吃完不咬断，姐妹们啊，这个是咸蛋黄拌面，这个是奶油芝士火鸡面。
这个是咸蛋黄。这个是火鸡面。这个是炸酱面。今日份火鸡面拌丸子饭，看这个火鸡面。糯糯唧唧，就有点烫。
老烫了。今天吃鸡蛋，然后你们帮我数一下我吃了多少个鸡蛋。先把这个米线吃了。嗯，又长。又煮失败了，没成溏心的。拿勺子吃比较方便，这个是溏心的。这个是溏心的，但是这个剥不好。这都是一个，但坏了，你们别数错了。
姐妹们，咱们今天吃个爆辣溏心蛋。你们猜我吃了多少个？它是有的溏心，有的不溏心。煮的有点失败，应该煮都溏心的就好了。它都不是溏心的。刚那个算一个，别数错了啊。
还有八个，加油。这份家常菜，这个是笋炒五花肉，然后这个是西红柿炒鸡蛋，然后这个是西葫芦炒肉末。笋，鸡蛋。西葫芦，太香了。我这个也是跟网上学的，太香了。
这是自己做的蒜蓉大虾粉丝包，先吃一个大虾。嗯，老嫩了。姐妹们，因为巴沙比较慢，所以我刚刚就把它先剥好了，还是这样吃着过瘾。咱们吃个粉丝吧，看，哎呀，这个粉丝都有点烂了，好烫。真好吃啊。建议大家在家里煮的时候别煮太久啊。冒着热气的，老香了。下面我还放了金针菇，这是娃娃菜。太烫这一口大粉丝，太入味了。金针菇。这大虾老嫩了，真的。姐妹们，刚刚太烫了，咱就先这样吃吧，然后最后用这个汤泡饭。太香了，就这个配个大米饭，真的。
老烫了，晾了半天还是烫。看这饭拌好了，就这饭一吃一个不吱声。今日份爆辣田螺，看，老好吃了。咯吱咯吱响，这次买的没有上次的大。真香，不配个八加有点可惜了。哇，这个看，太香了，还是自己做的好吃。这一口绝绝子啊，
越吃越开心，控制不住的嘴角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卖掉了，老幸福了。这个汤不能倒，必须留着煮火锅吃。姐妹们，我今天头是不是没歪？你说这汤泡饭应该也好吃，泡面。应该这样吃，然后再吃里面的螺。最后一个啦，看，注定没有了。这个是豆浆泡桃酥，但是我觉得是泡的又有一点点硬，又有一点稀的，是最好吃的，要的太软了。这种咯吱咯吱响最好吃。
上最好吃。肉粽蘸白糖，再吃一个肉的，不蘸糖的。我觉得蘸糖好吃，你们可以试试，这样真的很好吃。糯叽叽的，蛮好吃。
老糯了这个重感。它这种两种甜的和咸的结合在一起，它一点都不冲突。今天吃中国汉堡塔斯丁，先来一个小鸡腿。很好吃。来个汉堡，我第一次吃，我感觉它这个有点黑胡椒味，挺好吃的。它这个肉老厚了。酱多多，来个小鸡腿。
个应该是热的时候肯定很好吃。这里面都是肉，汉堡加碳酸双倍的快乐。今天是家常系列，这个是豆腐乳五花肉，这个是丸子，还有这个是麻婆豆腐，异地牌五花肉。大丸子。太香了，你看这个肉，嗯，好香。
就让的饭来一份。